好的，那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这边的话是由这个声音频道发布标准，音无特色，没有情绪的非专业娱乐解说80啊，为大家带来的一期 Fake 在国服的一个排位视频。那它的这个 ID 的话也是改了，之前的话是叫生命的光还是什么东西，那现在的话是叫这个人不呼吸了啊。可以看到，就是所有的队友中，这个 Faker 改的 ID 是最有爱的，或者说他改的 ID 是有去做一个翻译的啊，不像说其他人打的都是一些乱码。然后的话，这场比赛的话是发生在这个 SKT 对战 RNG 的比赛之后，那也是这个 SKT 这边的话已经是输了，然后对阵这个 RNG 的比赛。然后的话，其实本来应该来说是做另外一场的，但是的话，因为我们国服 OP 的这种情况的一个尿性，大家也都知道啊，所以说是没有把另外一场给大家做出来。另外一场我觉得更有意义，然后另外一场的话 ，Faker 这边选的是一个黄鸡的一个中单。然后的话，那一场比赛打的应该是一个10-0的一个战绩啊，可以说怎么讲，就是把在比赛打得非常郁闷的这个氛围啊，是给发泄出来了，在这个 rank 的一个排位局中。然后的话，不知道 Faker 的酒店是不是离比赛的场馆非常非常的近啊？他竟然在比赛的间隙还有空回来打两盘这个 rank， 然后再回到比赛中去打。那这个的话，应该来说是这个 Faker 的本人是没有错的啊，因为就是我有观察了一下他的一些东西啊，就比如说他的一个召唤师的信息啊，然后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我感觉跟这个韩服我们很熟知的这个哈东 B 啊，就是韩服很熟知的那个黑东 B 都是一模一样的啊。第一位的话是用这个，第一位的话是用其他技能，第二位的话是闪现啊，这是一个选手的习惯，一般来说是很难更改的。看一下这边过来对面的话过来抓 Faker，Faker 这边身上的话非常非常的爆表，完全是不从开大一波疯狂的一个输出，触手的话这个回血能力非常非常的爆炸，直接是把对面想来击杀他的人物给秒掉。但是这个时候巴德过来的一个跟进，直接是秒掉了 Faker， 触发雷霆的一个伤害。那这一波的话是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脾气，对面毕竟对面的话还是非常非常尊重的。那可以看到这个狭小的路口啊，就在狭小的路口的话，这个厄洛伊这个女人是有多么多么的 OP， 也是有多么多么的爆炸啊。然后的话再来说一下今天的比赛，今天的比赛的话是这个在之前结束的是 RNG 对阵这个怎么说，就是 RNG 对阵这个 SKT 的比赛。那 Faker 的话在这场比赛打的是非常非常的郁闷，一个数据的话是04几的一个数据，是040还是041啊，我这样一下子没有记清楚，反正可以说是打得非常非常的郁闷啊。从这个比赛的开头一波比较猛烈的压线之后啊， Faker 的话在中路就没有对线占到便宜，然后在整体阵容上的话，这个 RNG 这一块的话也是用了这个17啊，妖姬的话相比起而言整体的阵容是非常非常灵动的，所以说也是导致 Faker 这个点的话是怎讲呢，就是蛮尴尬的。然后在团战中经常的话就是妖姬突脸过来，然后 Mata 的话也是比较针对 Faker， 经常就是 WQ 开团然后等等这样子。好，那现在的话也是不说比赛了，因为接下来的话 SKT 还有一场比赛。那下一场比赛的话是 SKT 这边的话是对阵这个闪电狼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闪电狼中单也是说，这个在之前的一个采访他是这样讲过，他说是会这个针对中野做出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的东西啊，这个怎么讲呢？感觉有点尴尬吧。反正我们到时候的话还是，就到时候的话我们这边还是接着看比赛呗啊，非常非常的尴尬。然后的话，这期视频也是在这个比赛的间隙啊，比赛的间隙的话给大家做一下，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确实这个视频我知道啊，做的可能是相对而言是超了一点啊，就这个视频的话整体而言做的可能是稍稍微微的有点超了，但是的话还是请大家谅解一下啊，毕竟的话我也是临时啊，临时的话是这个在逛论坛的时候发现有人说 Faker 现在正在打排位啊，我也是赶紧给大家做一下。因为这个 Faker 来国内的话，我们国内的 OB 系统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没有这个 Replay 的这个功能，所以说就是导致这个蛮尴尬的情况，不能像韩服一样就是比较有选择性的给大家做。所以说这把比赛的话，就是这一把比赛究竟是赢是输啊，我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就是大家就这样看着下去吧啊。
希望大家也是谅解一波。好的，那现在的话回到比赛中看一下 Faker 的话，厄多伊是直接选择出了一个这个黑切，那出黑切的话很明显就是为了要黑切的一个减 CD 加上加速效果。厄多伊这个英雄的话其实蛮强的，我觉得应该是算很强的英雄，但是啊他有个很尴尬的地点，就是他的触手是不会主动攻击对面的啊，这点是厄多伊非常尴尬的地点。只有当你 W 命中对面的时候，这个触手的话才会跟你一起进攻对面啊。这一点的话是厄洛伊或者说是他这个英雄机制上比较傻的一点哦。如果说看一下一技能过来直接开大，这边的话两条三条触手疯狂的一拍，最后的话是一条触手直接拍死哦，非常非常 nice。 这个可以说难道说拿出这个触手妈的话是有针对这个大树的一个效果吗？螳螂过来的一个跟进，这边怎么说一个一剑拉出来，这波的话身上没有大招应该是活不了多久。看一下这一波怎么说，触手的话又是开始放傻了，没有再打后续的一个输出，然后的话好像点的是这个风暴骑士的狂涌的这个天赋啊，可以说刚刚那下打出伤害之后跑得异常的飞快。好，然后的话 Faker 这边应该是要选择一波回城的，那趁着 Faker 回城的时候，我这边的话也是请大家帮忙点击一波订阅，那一个订阅的图标出现在屏幕的右边，一个黑色的圆形图片，那一个蜡笔小新头像，那也是请大家帮忙点击一下这个订阅，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由巴林为大家带来的英雄联盟的一个排位视频的一个更新啊。那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东西的话也是请大家务必要这个帮忙点击一下啊，这个每一个订阅对巴林来说都非常非常重要。然后的话现在我们再继续回到比赛中看一下接下来场上的一个情况。现在的话那个这边是一个431的数据，下一个装备的话是出了一个紫雨林之拳，那紫雨林之拳这件道具的话明显Faker在接下来的一个情况的话应该来说是要出这个血手，不过血手的话在 6.9 版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动啊，就是血手的话在 6.9 版本的话它是这个把那个被动给改了，被动的话同样的是叫唯一被动啊，改成了一个救主灵刃。看一下这一波上路的话跟着老树的一个对线，然后的话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Faker 的这个小号的话是一个钻五的一个排位的一个小号，这个钻五的话它匹配的这个对象基本上都是钻一和大四，也就是说它隐藏分非常非常，哎呦看一下这一波过来一个一剑拉出来直接开大，疯狂的在角落一波猛烈的一个输出，但是剩下一个螳螂一个 Q 键回复一下自己的一个血线，伤害的话怎么说触手还不够多，如果说触手能再多一点的话应该来说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因为这个触手不多的情况下也是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办法啊，这个毕竟的话触手妈妈肯定是要靠触手的，如果说没有那么多的一个触手的话并不能说发挥一个完美100%的一个功效。然后的话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要给大家澄清一下，就是关于宝石骑士这一点啊，宝石骑士这边的话也是怎么说，就是我之前的话确实是没有预料到宝石骑士现在的话在辅助界的一个地位基本上是要往一哥的方向走了，这一点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牛逼的啊，我也是没想到就是宝石骑士这个 gay 佬啊竟然默默的是可以往一哥的方向正在走，这一点确实是我怎么说没有想到，就是我当时的话因为宝石骑士刚出来的话我当时自己是觉得宝石骑士虽然说其他东西都不错，但是异技能的话变成一个不稳定控制哦，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在宝石骑士这个英雄经过一定时间的开发和这个就是用法的一个跟进之后啊，现在的话这个宝石骑士已经是有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效果了，就现在的话宝石骑士在团战中他可以用自己的队友就是利用他的 W 啊给自己的队友加成护盾，然后还有大招的一个无敌效果，然后的话给自己队友加的 W 护盾的话距离相对应还比较远，那这样的话如果说你这个队友是一个突进的时候你给他个一技能等于说免费可以为你队友套个一技能的一个护盾效果啊，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棒的。看一下这一波 WQ 的一个连击啊，一技能拉过来直接的话配合自己的队友疯狂的在抽搐啊，但是对面的话这个怎么说这个老树应该是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这个触手妈的这个东西啊，
提前拿过来看一下这一波怎么说。二六一的话再找机会开大，直接的话闪现给大，非常漂亮这波大招。这波大招在人群中打出了成吨的输出，两发直接拍死对面老树。W 技能跟进之后，再一下一个 Q 技能直接是收掉对面轮子嘛，然后一个 E 技能把老树把露露的灵魂给拉回来。不过的话，这个 E 技能拉完之后，应该来说是没有什么后续了。哇，这一波团打的真的是非常非常 nice， Faker 的一个闪现大招是直接大中对面五人，四人还是五人，直接的话是触刷了触手妈的超额的一个 AOE 伤害。那这样的话也是跟着自己的天，在自己的这个应该可以说是在 Faker 一个非常完美大招的一个带领下，直接的话是配合队友一波跟进啊。直接把对面的一个高地卡给推了。哇，这一波怎么讲，这一波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 nice 啊，非常非常的漂亮。这一波看一下接下来回城的话是把血手补出来做了一个振奋宝石，然后的话再出了一个魔看鞋。这边不知道自己的队友知不知道是个 Faker 啊，不懂自己的队友知不知道这个人是 Faker 啊，因为其实看一下这个账号的一个情况，应该而言的话也会比较清楚了。毕竟的话，这个账号的话可以说是，就这个账号的话，它的一个胜率是非常非常高，有60%-70%，而且打了20-30把，打了20-30把，打到一个钻五的排位赛就可以匹配到一些大师的一个选手。那应该而言的话会比较清楚啊，或者说应该是有想到这个号，但是也不太好说啊，万一是其他人打小号呢？看一下这边 Faker 的话在侧翼的一个掩护，自己的队友的话是选择直接选择开启这条大龙。对面的话露露和这个轮子曼要想回城没有回城，这边的话应该是意识到对面可能是在打大龙。红双狼这边已经是给了信号，瞎子在侧翼的话直接是踢死了对面的巴德，但是没有瞎子在的这个情况下，这条大龙真的是能打吗？看一下这一波 Faker 的话，一个人贴近直接猛烈一个异技能，直接把这个希尔的灵魂拉出来，配合队友猛烈的一波输出，把希尔这边的话是打了一个底 buff 在身，然后一个 W 技能贴近一下宝石给一个大招，但是应该来说是没有什么后续啊。对面的话跑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快，感觉在就怎么说，就是感觉这一局的话 Faker 这个触手妈打的还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啊。然后的话这边也是给大家临时插播一条新闻，就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 CLG 对阵是 SUP 啊， CLG 对阵 SUP 的这个比赛上的话，这个以外卡队，也就简称外卡队欧美嘛，外卡队这边的话是直接啊赢得了这场比赛的一个胜利。那怎么说，感觉非常非常的郁闷啊。这个CLG 的话在第一天打这个自己的队友的时候感觉很棒，哎，看一下这一波对面的话人又是短了，这边的话 Faker 直接开启一个大招，一个 Q 技能疯狂的一波回血，对面的话感觉是不了解这个触手妈的，是不了解触手妈的一个机制吗？没有道理啊，这个打团的话直接这么多人的一个冲怪，这不是找死吗？直接是为了直接是给触手妈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开团的一个时机，这一点真的是我没有想到对面是怎么想的。这一波的话是直接选择过来的一个开团，感觉这个开团的话我觉得是有点满赚的。然后看一下接下来的话疯狂的一波拍拍拍，哎，看到一个螳螂，但是在野区的话螳螂那个战斗能力还是非常非常爆表的，直接的话是秒掉了 Faker。好的，那虽然说视频是做的比较仓促，但是广告不能少。那这边的话也是请大家帮忙点击一波黑色的运行图标，也就是现在在屏幕这个小地图位置出现的这个图片。好，那这个图片的话在这个视频的右边，是在优酷客户端，在这视频的右边有这个图片广告，请大家帮忙点击跳转下。同样的，如果说是在这个视频的正下方，如果说你是在用优酷手机客户端观看我的视频的朋友，那在这视频的正下方有这个图片广告，也是请大家帮忙点击跳转下啊，谢谢大家。这个广告的话请务必帮忙多多点击啊，真的很重要很重要。然后看一下接下来的话，那个这边是直接选择了一波出现，
好，然后接下来回一下，看到现在对面的话，感觉是有点不想打团了，保持闪现跟一技能想控制对面，但是距离的话好像是差一点点，没有机会。这个这一波的话，如猛男似虎直接一波推进，但是巴德这个给的大招非常漂亮，直接是定住对面三人，给个 Q 技能控住，但是飞哥这边的话还是一马当先，直接的话一个人顶在前面。啊，对面看到这个海兽女祭司有点没有脾气啊。这是什么鬼啊！这个大招打团为何伤害这么爆表？看一下，一个一剑直接把对面推挂，自己的队友也是疯狂的一波猛殴，直接为对面的这个弹弹加了一个 debuff。我不过是个躯壳，那现在的话是要三层啊！以前的话我记得是打两条触手就可以消掉这个 debuff， 现在的话貌似是要打三层。看一下这一波的话是直接面对着这个老树，又是一波猛烈的一个攻击啊！接下来的话感觉这个蓝狮王这边有点想一波对面的一个意思啊。看一下这一波 Faker 的话是要不要选择一波回城，没有选择一波回城。这一边的话应该来说这一局怎么讲呢，虽然说 Faker 的从数据上来看这个海兽祭司不是很漂亮，但是其实从几波的团战我们可以看到海兽祭司它的一个超惊人的一个破坏能力啊，是非常非常爆炸。这个几波团战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破坏能力真的是有点吓人，而且的话这英雄在现在这个版本是绝对的一个大冷门。哇，一个一技能又是把对面希尔拉出来，希尔这边的话直接是选择回去，那这样的话会触发一个 debuff， 这 debuff 的话会在希尔的这边随机生成一个触手，然后对希尔进行猛烈的一波输出。看一下一技能把唐兰拉过来配合自己的队友猛烈，最近的话不懂为什么老是喜欢讲猛烈这个词啊，感觉猛烈这个词的话现在难道是跟我比较有缘吗？一技能拉出老树配合自己的队友，对面的话这时候是不能过来的，如果说对面这时候过来被Faker一个这个闪现大到五人的话，那个伤害简直是成群结队。看一下闪现一个大招，但是这种这个大招貌似是打了一个赤裸裸的一个空大，如果说没看错，这边的话自己的队友是直接过来一泽瑞尔给奶了一口， Faker 这边触发一个风暴的一个加速拉开一段距离，没有事。最后的话一泽瑞尔一个 Q 键收掉对面的巴德，那感觉这个局势打到现在这样的话应该来说是要直接收掉对面的基地，对面是没有办法。总体而言的话这场排位赛的话Faker虽然说数据不豪华，但是几波团战的一个大招释放确实是非常非常的 nice。 那Faker这边的话这场排位打完他应该是要回去打比赛，所以说接下来的话我也会为大家带来下一场Faker的一场比赛视频， SKT 对阵 FW。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本场比赛的话 Faker 几个比较精彩的一个击杀镜头。看一下这一波注意观察一下 Faker 的一个大招身上的话是有个触手，但是他没有等到螳螂，如果等到螳螂的话这一下子过来就有三条触手，那现在的话是有两条触手在对这个螳螂猛烈的一个攻击。可以注意观察一下 Faker 现在血线非常的低，然后在大招范围内的话 W 技能是只有两秒，一个 W 打到螳螂身上，这个触手瞬间对螳螂猛烈输出，然后螳螂这个时候调转枪头想输出 Faker 这个时候给个 Q 技能，可以看到这个 Q 技能回了多少血线，打到对面的时候 Faker 这边的话直接回了一个成吨的一个血量，然后这里的话这个队友啪兹啪兹直接是把对面的这个老树给 pass 了。而螳螂这边的话觉得是有点搞不懂情况啊，但是最后的话是巴德过来的一个跟进，直接是利用雷霆天赋的一个效果秒掉了 Faker。好，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一波的团战。哦不，这一波的话应该是塔下的一个老树直接啪被一技能拉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话可以让你的触手升的多一条，就是这个大招范围内的话计算对面单位，你一技能的这个灵魂也是算一个敌方单位的。然后这边一瓢两条，最后的话一个 Q 技能是空了，不过在大招范围内的话这个技能的速度还是非常快，同时的话最后触发一个风暴啊，疯狂的一波跑路。然后再看这一波，哇，这一波是本场最精彩的一波。看一下一个一技能把老树拉回来，然后这时候直接调转到正面战场，巴德给个大招空大，然后这个时候注意观察对面的一个位置，对面五人集中了，Faker这时候直接啊闪嘣，哇，这一下的话起码是三条四条五条的一个触手，然后这五条触手的一个猛烈排击下，露露这边瞬间啊，露露和这个希尔瞬间被打残。
飞哥这一波的话，直接反身输出老树，老树也是顶不住这边疯狂的一个猛烈的触手妈的一个攻击，一个 W 过来再输出对面的希尔，一个 Q 直接把希尔秒掉，一技能拉回一个灵魂，但是后续的话，这个伤害是有点点不够了，所以说没有打出。好的，那这期的话飞哥一个国服排位视频就做到这边，那我是八零，那接下来的话我依然会为大家带来我自己解说的一个 SKT 对战 FW 的这场比赛，那我们继续期待。那可以说闪电狼的话在下一场比赛应该就我自己的感觉而言，闪电狼可能会有比较惨的一个情况，因为 Faker 他必然是要发泄一波的啊。好的，那这期视频做到这边，我是80，我们下期见，记得帮忙点击一波订阅，谢谢大家，同时请大家关注我的微博 80OBC， 拜拜。